越野跑對我嚟講，我覺得係生活上邊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係啦。咁啊，冇咗佢，我會覺得好似會爭咗啲嘢咁樣。我想我開始了越野跑大概有七至八年左右的，咁就要去到2015年、2016年的時候，叫做第一次行山。咁大家其實大部分都是由行山開始的。咁其實基本上我的背景咧都是一個普通的跑步嘅。喺中學入邊咧，因為我的中學咧就冇一個好正式的一個田徑隊，咁啊，因為我中學是一間喺山隔離，咁所以喺當時嘅資源有限之後之內咧，咁所以學校係得越野跑呢一樣嘢嘅啫。咁就經過中學咧，我哋叫做 cross country， 咁就係一啲可能跑下斜路啊，啲大湯嘅斜路啊，甚至係如果港島就會跑一啲高爾夫球場咁樣嘅。嗰陣時咧，我就選擇咗去跑越野跑。咁嗰陣時成績咧都一般般嘅，可能喺學界入邊咧都係講緊係二十幾名或者係三十幾名去完成到咁樣，係啊。咁直至去到升上大學嘅時候咧，開始有接觸行山呢一樣嘢。咁喺大學嘅一年級啦，咁就同中學嘅三位老師咧就組合咗一隊嘅隊伍啦，去行毅行者，係啦，咁一個100公里，由西貢啦去到元朗大棠嘅一個100公里一個慈善嘅步行嘅籌款啦。咁嗰陣時我記得用咗差唔多三日兩夜嘅時間，用咗33個鐘去完成咗第一次嘅毅行者。咁但係就係因為今呢一次嘅訓練咧，就令到我其實開始中意咗行山。因為喺訓練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個帶我哋去行山一個朋友啦，叫做阿 Matt 啦。咁啊，佢又帶即係每個禮拜咧會安排一啲嘅訓練俾我哋去行嘅。咁所以咧嗰陣時每個禮拜咧都好期待啊，週末嘅時候咧可以一齊去行山呢樣嘢。咁就慢慢地咧就嗰陣時有接觸過叫做啊，原來要跑山係要咩一個背囊啦，要帶兩支水啦，同埋要帶啲食物啦，同埋可能要帶啲毛巾啊，或者可能啲鹽丸嘅嘢去補充我哋電解質啦。咁樣係啊，咁嗰陣時咧就開始慢慢接觸越野跑。我行山是一個相對比較leisure 啲嘅一個活動嚟嘅，基本上上啦、平路啦、同埋落啦，都係行嘅，係啊。咁啊，同埋會花多少少時間去看觀察周圍唔同嘅環境啦，同埋去享受一下嗰種自然嘅嗰種嘅風景啦。咁但係越野跑咧，相對係一個叫做 fast hiking， 相對比較快速嘅一個去感受嘅。咁啊，當然會辛苦啲嘅，係啊。咁上山咧都係大家最主要都係行比較多嘅，但係平路同埋落山咧，大家都會偏向用跑嘅方式去爭取多少少時間，係啊。咁喺過程中咧，可能會真係 miss 咗啲景色嘅嘢，咁但係多咗另一樣嘅速度感。而真正令偉雄對越野跑產生更大興趣嘅一次，係源於一次比賽。當時佢對越野跑比賽冇咩概念。更加唔記得帶食物上山添。講喺2017年、2018年嘅時候咧，係一個17K 一個比賽啦。我記得係啊，嗰陣時玩場比賽完全冇特別 concept 嘅，都係孭住一個行山嘅背囊，都未有呢啲即係可能啲叫做跑山背心咁樣嘅，係啊。咁嗰時我就係純粹孭住個背囊啦，入邊有幾支水啦。嘢食都唔記得帶嘅，直至我咁跑一下咧，啊，發現真係好肚餓啦，就會喺啲檢查站啲 CP 度啦，要嚟拎個嘢食。咁去到大帽山嘅時候咧，我發現好肚餓，因為啱先唔記得拎嘢食，或者食得唔夠啦。咁去到落山，原來啊，仲有五公里就到終點，我喺斜路入邊咧就有問嗰啲途人啊，有冇嘢食可以借到俾我同埋水咁樣嚇，咁就好好啦，好好彩啦。咁嗰陣時就有個途人啦，就借咗一支，即係俾一支嘅繽紛樂俾我。咁我覺得哇，超級～幸福同埋啊，原來真係跑山係需要食嘢嘅，係啊，咁啊嗰陣時先開始啊對跑山呢樣嘢慢慢有興趣。咁逐漸咧，一開始都係自己跑相對比較多嘅，咁啊當然身邊都有好多一啲唔同好多經驗嘅跑手啦，或者係啲嘅同事又好，或者係甚至係一齊工作嘅人都好啦，咁啊佢哋又開始可能有傳授，可能有教一啲嘢啊。甚至會聽好多唔同嘅，當時有唔同嘅電台啊、podcast 啊，甚至係外國嘅人嘅啲嘅叫做 Instagram、IG， 甚至係佢哋一啲叫做可能啲故事啊，成日甚至佢哋啲書啦、啊，咁開始會知道啊，越野跑係究竟一樣咩嘅嘢嚟嘅，咁就慢慢去研究同埋訓練同埋去睇下啊，究竟係喺運動上面係點樣去訓練呢一樣嘢咧？咁就即係教練呢個工作就冇特別話啊幾時 set
諗住去做教練嘅，只不過嗰陣時喺疫情嘅時候咧，咁所有嘢都 close down 咗，咁啊，亦都其中一個 partner 又問我，即係而家個 partner 又問我啊，會唔會想搞一個好細嘅跑會去嘗試可能去教一下啲人去跑越野跑咁樣，因為喺個越野跑嘅圈子入邊咧，嗰陣時都唔算話特別好多一啲唔同嘅越野跑會去成立嘅，咁所以我到嗰陣時咧就膽粗粗就應承咗，咁就開始創立咗呢一個跑會咁樣。我諗我哋個跑會去到而家咧就成立咗大概兩年度啦，因為我哋嘅跑會咧就喺2021年嘅12月成立嘅，咁我哋個跑會叫做 Duo 啦，咁 Duo Duo 本身就係個兩個人嘅意思嚟嘅，咁所以我啦連埋另一個 partner 啦，咁就係最主要係呢一個跑會嘅兩個最主要嘅教練咁樣，同埋我哋兩個嘅年紀咧相對比較偏後生啲，咁所以吸引翻嚟嘅一啲嘅學生咧，其實個 generation 就相對比較後生啲，同埋比較 young 啲，同埋好 green 嘅，佢哋都冇乜點樣去玩接觸個越野跑，同埋全部都係好新好新嘅。咁就嗰陣時嘅目的咧，其實都最主要係想分享越野跑，同埋去傳授一啲越野跑嘅技巧啦，同埋令到可以多啲人去玩越野跑呢一項嘅運動嘅。咁就冇特別話啊，今年要target 30個人，下年我哋想將個學生人數增加到50個甚至100個係啊。而家啦，我哋各都有各自唔同嘅工作，咁所以咧個跑會咧，我哋都係 keep 住一個相對比較細嘅規模繼續去營運咁樣嘅，係啊。咁我哋工作模式咧都係閒日會有一日嘅課堂啦，跟住週末嘅周日咧，即係今每個禮拜嘅禮拜日啦，都會有一堂嘅越野堂咁樣嘅。如果啲學生過嚟咧，其實我哋基本上每一個都會新嚟嘅時候，我哋都會問下佢。第一個就係點解佢哋會 join 越野跑，第二個就係點解會 join 呢一個跑會而唔 join 其他跑會咧？咁樣係啊。咁第一個問題咧，佢哋都會回答啊，因為佢哋喺疫情入邊咧，大多數都係冇乜點樣做運動啦，同埋見到可能有啲social media 入邊見到好似有越野跑呢樣嘢，好似好得意喎。佢又唔係行山嚟嘅，但係佢又會喺度 trail 度跑，覺得好得意，咁所以佢開始會接觸啦。咁另一個就係佢哋會選擇呢一個跑會咧，即係我哋嘅跑會咧，最主要係佢見到個 image 咧，相對比較後生啲，咁所以佢哋會選擇可能偏向一班好後生少少嘅人一齊去玩呢一個運動咁樣。偉雄對學生都相當了解，會因應佢哋嘅能力安排唔同嘅練習內容。我唔會話自己係一個運動員，我就會話自己係一個可能中意越野跑嘅一個人咁樣，係啊。咁啊，如果係呢個身份同教練咧，我係相輔相成，而且係兩邊亦都係互相幫助，亦都冇特別有太大嘅衝突。咁當係做一個即係當係運動員嘅時候咧，咁啊，因為需要負責嘅咧係對自己，係啊，亦都係對自己有要求咁樣嘅，係啊。即係教練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唔可以，即係當我哋教學生嘅時候，我哋唔可以將對自己嗰一套嘅要求擺喺佢哋身上，係啊。咁啊，有時可能對佢哋嚟講咧，個要求有機會係太高，或者佢哋有機會可能完成唔到，係啊。所以都要需要去一個調節嘅空間，因為even 去到呢兩三年都仲係一個學習嘅，即係仲係一個學緊啊點樣去做一個更加好嘅教練咧咁樣嚇，因為成日會話啊因材施教，即係depends 唔同嘅學生嘅能力去教唔同嘅嘢，或者講唔同嘅嘢，或者俾唔同嘅課表俾佢哋去訓練。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仲係一個學習緊嘅嘢嚟嘅，係啊，咁啊可以再做好啲，我覺得所有嘢都係。我哋唔會想特別將學生分成 OK 快啲或者慢啲，咁唔同嘅人會有唔同嘅目標俾佢哋嘅，係啊。咁有啲人咧已經去到開始玩一啲可能多少少嘅比賽性啦，咁佢哋會想多即係想練多少少啦。咁嘅時候咧，咁就可能真係需要可能俾多一至兩課嘅一啲嘅課表俾佢練啦。咁但係如果係啱啱一啲可能新 join 嘅一啲嘅學生啦，咁佢純粹係想係做下運動或者開始了解越野跑嘅話咧，你需要俾佢感受一下點樣去教佢哋點樣去上山啊、落山啊、成啊，咁就有唔同嘅學生嘅時候有唔同嘅 approach 同埋有唔同嘅方法去教佢哋。
我越野跑是一個行山再加跑步一個運動嚟嘅，係啊。咁行山就是上山的時候基本上都是用行嘅。咁啊平路就是跟平時跑步一樣，都是平路，都是慢跑啦。講越野跑入邊最開心或者最刺激一定是落山，亦都是最好玩的其中一環嚟嘅，係啊。咁啊有不同的路況，有碎石路，有浮山碎石咁樣，係啊。咁如果是一個新的一個初學者的話咧，我會想佢係開始可能接觸咗行山先，就算是落都好啦，都是一個慢落的一個方法去練習一下啲究竟只腳要點樣擺，攬幾大步，大步啊定係細步啦，咁同埋要熟習一下一個我哋叫做腳感嘅嘢，落山都要有腳感咁樣嘅，係啊，咁啊當然喺裝備上面都可以幫到佢啦，揀一對好少少嘅鞋啦，一對比較防線能力高啲嘅鞋啦，咁啊令到落山嘅時候咧可以加強翻佢個信心。啱啱開始做教練嘅偉雄對自己要求非常高。上堂前做出准备功夫，避免出错，但同时都发现对学生太严苛。我记得头嗰一个学生咧，佢系一个唔跑步嘅人，系啊，或者可能跑好少步，佢完全唔系一个跑山人嚟嘅。咁啊，我好记得佢带咗另一个嘅朋友嚟。咁啊，我记得第一堂咧就系我一开始上堂嘅时候咧。我同另一個 partner， 另一個 partner 可能經驗比較好啲，我就可能相對好緊張，咁就基本上每一次嘅課堂啦，我都係事前係準備咗好多，同埋諗咗好多嘢，因為好驚有啲咩甩漏啊，或者係有啲咩蝦碌嘅嘢會出現，或者可能有啲咩特別可能教學上面會講錯或者示範錯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每一次都會準備得好好，嗰陣時都係當然係當一個運動員咁樣去角色。再做埋教練啦，咁所以其實對佢哋嘅要求咧，其實相對都比較高啲嘅。咁我記得好印象深刻嘅咧，就係頭一堂咧，就係兩個學生喺個運動場度跑啦，咁一啲唔同嘅一啲嘅課表俾佢哋跑啦。咁啊，佢兩個邊跑嘅時候咧，個面都有帶住一啲笑容咁樣嘅，係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啊，點解你兩個唔認真啲跑呢？咁樣係啊，咁啊，所以我有少少提佢哋啊，要唔要認真少跑？但係佢哋兩個咧就話。我已經好攰啦，咁樣係啊，但係佢都係帶住笑容咁樣嘅，係啊，直至去到之後同佢了解翻咧，先知道啊，佢哋會覺得我對佢哋要求好高，因為佢哋即係啊，咁嗰陣時咧，我都覺得啊，我哋嘅關係變咗係即係唔一定係我係教練嚇，有時我都係喺佢哋身上邊學到呢一樣嘢嘅，係啊，咁啊喺呢幾年入邊咧都係啊不斷咁去改進，係啊，因為有時因為你對啲可能相對比較 beginner 嘅學生咧，其實要求冇得可以去到太高太高太高，一定係循序漸進。其實兩個禮拜後啦，咁我哋會其實個跑會入邊咧，會有大概六七成嘅人啦，我哋一齊去泰國玩一個嘅比賽嘅。咁啊，當地嘅比賽個路況啦，都會係同今日選擇呢個地方咧，會相對比較相似啲，喺個林入邊嘅一啲嘅 trail 啦，相對比較窄啲啦，同埋落山城咧會有少少即係相對比較 technical 啲嘅。咁啊，攀升咧都有一定嘅攀升會喺度。基本上訓練的目的都會 based on 即係可能當時係可能準備緊啲乜嘢，一年咁計啦，咁我哋會有分season 啦，同埋 off season 啦。喺 off season 咧就係啲夏天嘅時間，就係由五月至七八月一啲休季嘅時間咧，我哋會做一啲叫做技巧上面嘅嘢俾大家 pick up 翻，即係包括一啲上山啊、落山啊，或者一啲 technical 嘅 trail 嘅性啦，咁等佢哋熟習下呢一啲嘅技巧。咁啊練習到技巧之後咧，開始去。到 season 嘅時候咧，咁就要可能練一啲可能相對長距離少少嘅，啲越野跑嘅即係季節啦，就會係每年嘅九月啦，去到年頭嘅三四月就會完嘅，係啊，咁就其實有時咧對於看學生一啲看比賽安排咧，就會係因為佢哋相對比較新少少，同埋佢哋啱啱接觸越野跑都係一至兩年嘅時間，咁所以一開始佢哋會玩啲叫做虛擬嘅比賽，係一啲隨時隨地都可以出發，咁啊完成咗 upload 個 record 就已經可以嘅。咁直至去到今年嘅2023年咧，先係叫做第一次叫做成個 season 係正常翻，即係個 trail 嘅 season 係正常翻。咁對於佢哋咧，佢哋會陸陸續續報多少少唔同嘅比賽啦。咁我嘅角色咧，其實係俾街拉佢哋，同埋我哋會一齊研究一下邊啲比賽值得做，邊啲比賽最好就唔好即係唔好做。
得太多咁樣嘅，係啊。咁距離上邊咧，我哋都想佢做好多，即係做好少少一啲短距離少中短距離少少嘅，即係大概係20公里、30公里，甚至去到50公里留下呢一啲嘅距離咧，做好咗先。咁之後慢慢慢慢地，可能過咗2、3年、3、4年，睇下個身體嘅情況適應如何咧，先去到100公里，甚至超越100公里嘅一啲嘅叫做超級馬拉松嘅一啲嘅比賽咁樣。跑会成立了短短两年，已经有不少学生，当然不少得幕后功臣。其实我就跟 Duo 一起诞生的，咁两位教练的角色主要都是即系担任翻喺跑步的教，即系教学上面的安排。咁而我咧嘅角色就是一个大打杂，去 back up 佢哋两个，甚至乎咧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都会有一啲即系帮手去做一啲发布或者系做一啲课程嘅推广之类嘅。咁其实上堂嘅时候，我自己角色都系即系佢哋嘅学生嚟嘅。咁我同其他学生咧嘅角色系冇分别嘅，上堂都系听教练嘅指示啦，或者可能系一齐去 join 个训练。咁但系即系落咗堂嘅时间，其实我哋都系即系嘻嘻哈哈嘅朋友啦，即系一齐会食饭倾偈。咁但系我谂最主要可能喺落咗堂嘅时间，我嘅角色咧就即系都一齐同佢哋倾多啲喺会上面嘅事务啦，或者发展啦，咁都系好似平时嘅朋友仔咁样一齐相处嘅。咁我接觸咗越野跑咧，都起碼有3、4年嘅時間啦。咁但係認真嘅訓練咧，都係近依一年先開始嘅。接觸越野跑係因為認識到一班朋友啦，即係大家都好難玩，由開始可能行山去睇風景，到後尾唔滿足行嘅速度要去跑，咁所以就慢慢就個速度越嚟越快嘅時候咧，就變咗由行山轉咗做越野跑第二個運動。咁加上我自己本身參加的比賽都要跑山，即係我玩 Spartan 的障礙賽啦。咁除了要做啲好體能的嘢之外，仲要在跑山上邊嘅速度有一定的要求嘅。咁所以在近一年我就開始認真咁加入呢個跑會度去做操練。咁其實我就 join 咗呢個跑會兩年嘅。咁我一開頭係點樣接觸先咧？咁就係其實我本身都係自己一個人行山先嘅。咁我最記得就係我行即係一條好經典路線啦，就叫浸草帽。咁我第一次行咧就行咗8個鐘嘅，咁仲要咧就抽曬筋。咁我之後咧就上網睇翻人哋啲 YouTube 片啦，咁就發現原來人哋可以2.5個鐘就已經完成。咁嗰下我就覺得越野跑係真係原來係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程度。咁我就開始試下，慢慢慢慢加咗速度，就變咗 join 呢個越野跑咯。咁我都係咁啱嗰陣時疫情開始，咁見到呢個跑會就話開咗新一期喎，咁就 join 咗呢個跑會。上堂平時會多啲，即係一齊去做練習。咁但係其實平時 weekday 嘅時候咧，好多時其實訓練都係自己嘅，即係可能因為工作關係，大家時間就唔啱。咁但係到星期六日或者有時比賽嘅時候，大家就會見到大家，咁好似隊友咁咯，即係大家見面咪會加打油打氣啊，嗌加油啊，係咯，一個好 friendship 嘅關係。自己覺得最大改變咧，就係我而家係會真係早睡早起嘅。咁因為我啱啱即係接觸越野跑嘅時候，就講話2、3年前啦，即係2.5、3年前啦。咁就嗰陣時我仲讀緊 U 嘅一開頭。咁一開頭咧，我就自己行山嘅時候就完全咧係唔會理嗰啲即係要幾點上山啊咁樣。所以其實嗰陣時都幾夜瞓，即係同埋可能晏晝10點先起身開始上山。咁當接觸咗越野跑之後咧，因為個距離就會長好多啦。咁所以自自然然咧，同埋你約朋友咧，都一定會約早啲。我覺得所以就最大嗰個改變就係作息時間會調翻轉啦，比起我以往咁，成件事感覺上都健康咗好多嘅。對我嚟講，越野跑係一個幾特別嘅時間嚟嘅，因為即係雖然一齊會上堂啦，咁但係大家可能速度啊會有距離嘅時候會分開。咁去到尤其是越野跑唔係好似馬拉松咁啊，練3個鐘、4個鐘，可能會去7、8個鐘都會有。咁係一個好長時間咧，你可以同自己對話一個時間。即係我覺得嗰個時間咧，一路跑嘅時候咧就會 renew 自己。
啊，啱啱個星期發生過嘅事啊，或者你自己要面對嘅嘢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幾特別嘅一個嘅運動嚟嘅，即係除咗你一路跑去望住個山頭好靚之外，啊跑下跑下你就會 renew 自己一個 week 或者嚟緊呢個訓練將來個目標嘅比賽嘅時候，即係你對佢嘅堅持付出幾多咧？我覺得係對自己或者對生活當中咧係一個舒壓，係一個放鬆嘅活動嚟嘅。我想由一開始咧，我係純粹想感染佢哋做呢項運動，係啦，同埋繼續喺呢個運動入邊咧學到一啲唔同嘅技巧。咁慢慢地，當佢哋 pick up 曬所有嘅大部分嘅技巧之後咧，咁當然就會係想佢哋咧就喺個表現上面再好啲啦，即係喺啲唔同嘅比賽上邊。咁去到目前咧，其實大家基本上都喺個期望之內嘅，係啊，即係大家都不斷咁去成長啦。咁只不過希望可能喺兩三年、三四年，甚至可能四五年之後咧，佢哋繼續係 stay 喺呢一個圈子繼續去玩咁樣，係啊，即係未必係喺繼續喺個跑會入邊嘅，但係就希望佢哋繼續喺自己嗰個嘅運動嘅 career 入邊咧，都係玩緊呢個運動。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